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意下之复仇千金》第94-102集。今夏的初夜交代在冰天雪地之中，陆毅又幸福了，陆少夫人回来了，聪慧的小夫妻俩。陆毅和今夏被困在洞内，他们寻了好久并未找到任何机关，这让他们一度产生了恐慌，一旦被敌人发现他们的踪迹，那么他们必死无疑，必须想办法逃离这里才对。然而洞口的机关被重新合上，想要打开只能重新在外面启动机关。机智的今夏想到了办法，他拿出了自己所有的弹药，将其与治愈流沙的创伤膏进行融合，制作出威慑十足的炸药，将其点燃，果然将山洞炸出了一个大大的洞口来。两人用匕首将新土挖开，一边走一边炸一边挖，在炸药的帮助下很快便逃了出去。而追捕他们的人在新土的阻碍之下，自然也没有那么快能够追到他们。今夏和陆毅借助着炸药的威力从洞里逃了出来，然而他们现在身处何处，两人也是一无所知。望着一片又一片的树丛，望着连绵不绝的高峰，今夏一脸惆怅，我们还能逃出这片山吗？早知道带上林润好了，他识路能力一向很强。哼，识路能力强又如何，带上他，你说不定早就成为他人案板上的鱼肉了。今夏自是听出陆毅酸酸的意味来，偷偷的笑了笑，甜甜的说了句，大人说的对，只是眼下我们该何去何从呢？陆毅端详了一下树木的长势，指了指北面的方向，我们需要加快些步伐，他们很快便会追上来的。今夏一听便也不再迟疑，一路小跑跟在陆毅的后面。两人时而走走，时而在丛林之中跳跃一段，主打一个没有章法，杂乱无章。约莫一个时辰之久，今夏便彻底的没了力气，他靠在一棵大树前，气喘吁吁地说着，大人，我们休息片刻吧，实在是太累了。陆毅停下了脚步，瞥了一眼身侧的女人，心疼地调侃一句，你需要加强锻炼了，这点功夫能成什么大事？你没听说过女人本身便是一把最锋利的匕首吗？有些时候空有力量是不够的，温柔刀，刀刀割人性命。歪理，所谓的温柔刀，那也要男人认同，若男人不认同，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割人性命。今夏撇了撇小嘴，无力地靠在树干上，不搭理陆毅。陆毅从怀中拿出一颗野果子，径直丢给了今夏，吃点果子补充点体力。今夏慌张地接过果子，好奇地问道，你何时摘的？你慌忙逃窜之时。哼，臭屁，今夏一边吐槽着，一边撅着小嘴吃着果子，酸酸甜甜的，很是可口。金甲神人，今夏正甜滋滋地吃着水果，忽然林中传来了嗖嗖的声音，走啦，他们来了。陆毅揽住今夏的腰肢，借助着树干的力量支撑，在林中飞跃起来。林中的脚步声、风声交杂在一起，让人不禁升起了寒意。他拿走了至关重要的证据，想必这次严世蕃定会倾尽全力追杀他。一向无所畏惧的陆毅，这一刻竟然产生了一丝丝的害怕。他心中清楚，严世蕃不抓住他，不会罢休的。他垂眸看了一眼怀中的女子，该怎样护她周全呢？正当他没有主意之际，忽然在丛林中看到了林润的身影。这厮虽不招人待见，可来的却是时候。陆毅搂住了今夏的腰肢，暗暗施展内力，两人急速调转了方向，径直来到了林润的面前。林润看见今夏，激动地说着，我终于找到你们了。今夏略有些紧张，你怎么会在这里？我见你们迟迟不归，便进来寻你们。陆毅没有时间和他叙旧，从怀中拿出了自己找到的证据，塞入林润的手中，沉声道，这是扳倒严家的重要罪证，你带着罪证和今夏速速离开这里。今夏紧张地望着陆毅，急切地说着，那你呢？你去哪里？我去引开那些人。不行，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今夏哪里肯，坚决不同意陆毅的意见，乖，听话，大局为重。严世蕃的能力远超乎你的想象，若他找不到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林润不会武功，
我们分开行动不妥。林润虽不会武功，可严世蕃并不认识他。况且，严世蕃深知锦衣卫的办事风格，绝技不会将罪证交给外人保管。所以，尽管放心，他不会追杀你们的。那就让林润单独走。我和你一直在一起，若严世蕃发现你我分开，定会兵分两路。只要我们不分开，他便不会起疑心。不可，你与林润速速离开。陆毅撇开眼睛，不再去看金夏。他交代完一切，跃然而起，偏离了两人的方向。谁料行至不到数米，便看见身后的女子倔强地跟了过来。陆毅面色一沉，怒道：回去，你说的大局为重，眼下最重要的是保护好罪证，而并非你我的性命。若我们分开行动，严世蕃定会兵分两路，届时林润便也危险了。林润不会武，若发生意外，你我都承担不起。他虽不会武，却也不是懦弱之人，药王谷长大的人，若没有些本事傍身，岂能活到今日？陆毅看着倔强地跟在自己身后的女子，略有些苦涩地笑了笑。既然如此，那么就让他们一起闯过这次的难关吧。两人朝着林润相反的方向狂奔，沿途陆毅故意撕碎了衣服，留下了一些衣服碎片，以此迷惑敌人。金夏略有些紧张，心通通的乱跳着，弱弱的问着：大人，你说我们能够逃过追杀吗？逃不过也得逃，这是命令。大人，你的属下呢？怎么一个都没有跟着你？陆毅无奈的笑了笑，故作轻松地调侃着：你还当真锦衣卫是万能的呀？这荒山老林之中，他们想要找到我们，哪里有那么容易？不过我沿途已经留下了暗号，你放心，他们一定会寻来的。你是怕了吗？金夏连忙摇头：不怕，跟着大人，上刀山下火海我都不怕。你这个小嘴呀，何时跟抹了蜜似的，这般甜了呢？这是我的真心话，大人就是我的金甲神人，有大人在身边，我什么都不怕。金夏目光坚定地望着陆毅，他的眼睛如同星星般闪烁夺目，让人忍不住深陷其中。逃难？陆毅和金夏时而留下破绽，时而又毫无破绽地逃窜着。整整一天一夜，两人从未停歇，终于安全地离开了药王谷地界。看见酒馆，金夏方才松了一口气，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扎破的气球般，瞬间没了气焰。陆毅订了一个包间，点了满满一桌子的美食。金夏无力地趴在桌子上，直呼累死姑奶奶了，终于躲过了这群煞神。说罢拿起一个鸡腿便肆无忌惮地吃了起来。你慢点，小心噎着。我宁可噎死也不做那饿死鬼。大人，您也不要管什么形象了，快点吃吧，万一那些煞神再追来该怎么办？好吧，有时好的不灵，坏的灵。金夏这张小嘴简直就是乌鸦嘴一般。话音刚落，酒馆内便出现了一大群来势汹汹的人，举着陆毅和金夏的画像，询问着店家有没有看见他们。店家支支吾吾，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应付着不记得了，好像见过又好像没见过。那群人很显然不满意店家的回答，用力地将他推倒在地，大声对身后的人说着：给我搜。一群人迅速地分散开来，楼上楼下的开始搜陆毅和金夏。金夏见状，连忙将桌子上的美食打包，随时随地和陆毅准备开溜。陆毅打开了窗户，望着楼下，只见楼下还有一群人把守着，好在不见严世蕃。陆毅微微挑了挑眉，小声对金夏说道：看见那群人了吗？东面是攻击最弱的方向，一会我吸引西面的人群，你往东面跑，我们绕成一圈，还在这个酒楼集合。好。金夏对陆毅的话深信不疑，他丝毫没有犹豫，直接从二楼飞身而下，攻击着东面的人群。而陆毅呢，吸引着西面人群的注意力。两人并未恋战，一边打斗着，一边想方设法的逃跑。金夏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和陆毅接头。两人一路逃窜，约莫半个时辰左右，两人再度在酒楼聚集。最危险的地方便是最安全的地方，只希望他们不要这么快追来。陆毅给了酒楼老板两个金元宝，
买下了他后院的一匹马，又从他这里寻了一些衣物和干粮。他载着金夏，片刻不敢耽搁，径直往北方跑去。金夏不解，问道：“大人，我们不回京城吗？严世蕃的人马早就在京城布下了天罗地网，等着我们自投罗网。我们往北走，将严世蕃的注意力吸引到北部，这样也能为林润提供更多的时间。大人为何这样相信林润？我虽不喜他，但也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正直的官。大人倒是一个公私分明之人，不要一口一个大人。谁是你大人？”陆毅听着别扭，蹙眉提醒道：“我喜欢叫大人，听着踏实。”金夏笑嘻嘻地说着，陆毅倒是也没有继续反驳。两人驾马北去，倒不像去逃难的，而是像去游玩的。误闯雪山，陆毅和金夏两人径直向北前行，一路马不停歇，直到他们遇见了一座高耸入云的雪山，方才停下了马步。金夏好奇地问着：“这里怎么会有雪山？”陆毅回道：“这座山极高，山顶极寒，冰雪常年覆盖，又名夺命山。传说中，但凡步入此山之人，皆会被冻死。这世间居然还有这样的山脉，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我还真的有些好奇，这样神奇的山脉，里面会有动物和药草吗？”“会有的，世间万物皆有自己的缘法。”正当两人闲聊之时，严世蕃亲自带领着严家军追了过来。陆毅和金夏再度被团团围住，当严世蕃看到金夏时，整个人都是震惊的，随后便哈哈大笑起来：“陆毅啊陆毅，我还以为你终于开窍了呢，没想到兜兜转转，你还是没逃过夏家这小姑娘的手中。你乖乖把账本交还给我，我替你跟陛下求求情，让陛下给严家翻案，还这个小丫头清白之身。”“可好，我夏家清清白白，陛下迟早会查明真相，不需要你假仁假义。”金夏再次见到严世蕃，如同一只暴躁的小狮子一般，愤怒地骂着：“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还是这副性子？你看呀，都是陆毅惯的，不如你来我府上住上几日，我替陆毅好好管教管教你。”“滚！”金夏气急，迅速地从怀中取出银针，对着严世蕃便射了过去。严世蕃笑笑，举起扇子，不费吹灰之力便将那些银针扫落在地：“你这功夫还需要提高一二，你别得意太早，多行不义必自毙，你迟早要遭报应的。”严世蕃一听，笑得更放肆了些，狂妄地说着：“这些年这般诅咒我的人不计其数，只可惜遭报应的不是我，而是他们。”陆毅见金夏要冲动飞身而出，立刻将其拉住，让其站在自己的后面，故作淡定地对严世蕃说着：“严大人，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不明白严大人为何要对我们穷追不舍。”“陆毅，你拿我当白痴吗？废话少说，交出账本，饶你们一命。”陆毅冷笑一声，再度揽住了金夏的腰肢，悄声问道：“害怕冷吗？”金夏坚定地摇了摇头，回应道：“不怕。”陆毅冲着严世蕃冷笑一声，淡定地说着：“想要账本，雪山中拿。”说罢，揽着金夏的腰肢，毫不犹豫地飞入了阴森森的雪山之中。严峰严肃地问道：“大人，我们追吗？”“不必，将雪山出口团团围住，我倒是要看看他们能扛住多久。”雪山云雨，陆毅带着金夏闯入了雪山之中，两人拼命地往山上奔波，免得落入严家军的手中。金夏一边小跑一边抱怨着：“严家乃文臣之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暗卫？暗卫恐怕是私兵吧。私兵，私自豢养私兵，那可是抄家灭族之罪。若严家害怕抄家灭族，便也不会私自开采铁矿，暗中勾结倭寇制作兵器弹药。我怀疑严家志不在此，他们的野心大得很。大人是觉得严家要造反吗？”“不是觉得，是证据确凿，我们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我要亲眼看见严家自食恶果。”金夏恶狠狠地说着。“会的，我们不会有事的。”陆毅牵着金夏的小手往山顶攀去，只是越往上走便越觉得寒冷，
刺骨的冷风打透了今夏的披风，阴寒的冷气穿透了他的鞋底，他不受控制的瑟瑟发抖。路易看出今夏的变化，连忙脱下自己的披风披在了今夏的肩上。今夏连忙拒绝，不要，你自己披着，你穿得那么单薄会受不了的。我没事，这点冷还受得住。天越来越黑了，我们先找一个山洞避一避，明日再说。好，两人手牵着手走过一片又一片的雪地，终于发现了狭小的山洞。路易捡起了一根木棍，试探性地扔入山洞内，等待片刻，见无任何异动，他方才小心翼翼地率先走了进去。洞口虽有些狭小，可洞内的空间却有些大。山洞内漆黑一片，路易打开了火折子，仔仔细细地观察着山洞内的每一处空间，避免一切未知的风险。好在洞内并没有什么异常，只是普通的山洞罢了。今夏不停地戳着双手，他的小脚不停地跳动着，可依旧觉得好冷。刚步入雪山之时，他并未觉得怎么冷，可眼下天越来越黑，他才真切地感觉到什么叫做饥寒交迫。你在洞内等着，我去捡些木棍。等等，今夏立刻冲到了路易的面前，取下披风重新披回了路易的肩上，哆哆嗦嗦地说着，外面冷，披上披风。嗯，这一次路易没有拒绝，许是今夏的眼神过于关切，让他忍不住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份关心。又或许这天气太冷，他害怕自己承受不住，若他真的被冻伤，又有谁能够护着今夏呢？没人知晓路易在想什么。只见他一脸幸福地披上了披风，如同一名勇士一般外出去寻柴火。今夏在洞内不停地来回走动，他不敢停下来，感觉一旦停下来他就会被冻僵一般。好在路易很快便回来了，他抱着一些枯树枝，将它们放在了洞中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将其点燃。今夏如同一个小孩子一般蹲在火堆旁取暖，然而洞太大，火堆却略显得有些小，这点热量简直就是微乎其微。路易从布袋内拿出了一张饼，将其放在火堆上烤了烤，递给了今夏，柔声道，吃点饼充充饥，能暖和些。今夏接饼的瞬间不小心触碰到路易冰凉的手指，心底略有些难过，将饼一分两半重新递给了路易一半，说道，一人一半，你吃吧，我不饿，有福同享，有难同担，若你真的冻坏了，谁来保护我？路易听今夏这般说，也不再拒绝，接过饼默默地吃了起来。今夏又细心地拿出了水壶，将其放在火上烤了烤，喝了些热水，身子又暖和了许多。两人默默地坐在火堆旁，看着越来越弱的小火苗。路易又外出寻了些柴火，然而天越来越暗，气温越来越低，这点火根本起不到取暖的作用。今夏看了看路易，又看了看披风，略有些娇羞地说着，要不然我们一起躲在披风内，这样会不会更暖和些？好，路易张开了自己的披风，今夏如同一只小猫似的躲进了路易的披风下，他觉得腿也好冷，又将自己的披风给解了下来，披在路易和自己的腿上。两人披着一个披风，盖着一个披风，果然比之前暖和了许多。今夏的发丝时不时飘过一抹淡淡的清香，飘入路易的鼻息间，迷得他心猿意马。看着冻得脸色铁青的小女子，路易不再矜持，抬手将她搂入怀中，两人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互相取暖。忽然路易略有些沙哑地问着，还冷吗？今夏点了点头，委委屈屈地说着，我感觉自己要冻僵了，还很困。路易，你说我们不会真的被冻死在这里吧？我知道一个法子可以取暖，只是不知你敢不敢。路易故弄玄虚地说着，只是他的声音越发沙哑起来。听到可以取暖，今夏连忙点头应着，快说什么法子。路易大手一挥，将腿上的披风铺在了地上，眼神略有些迷离地望着今夏，轻声道，你当真不怕？今夏一脸茫然，我怕什么？你可听说过运动可以激发体内的热量，让人由内往外的热血沸腾？今夏越听越不懂，
不解地说着，我刚才运动了，可还是很冷。你姿势不对，我教你。说罢，陆毅便将金夏按倒在披风上，随手一挥，那一个披风便盖在两人的身上。他紧紧地贴着他，暧昧地问着，这样可暖和些了。金夏小脸蹭蹭地红了起来，娇羞地回了句，好些了。可陆毅仿佛没听见他的回答般，自顾自地拨弄着他耳边的碎发，弱弱地说着，夏夏，不要恨我，若不这样，这一夜我们很难扛过去的。金夏疑惑地望着陆毅，他的眼神是那么的深邃，仿佛有一股神奇的魅力般要将他吸进去。那一刻，他忽然间明白了陆毅话中的意思，也不知是谁给他的胆量，他居然鬼使神差般搂住了陆毅的脖子，微微扬起头，亲了他的唇瓣一下。他吻得很轻，可却瞬间点燃了他体内的那团火。一向冷静自制的陆毅这一刻不再犹豫，垂头忘我地亲吻着怀中的小女人。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原本冻得要发僵的人儿，体内瞬间充满了热量，不知严寒是何物。许是有了金夏的默许，这一次陆毅不再压抑自己，他的手情不自禁地解开了他的衣衫，踏入到那两座高峰之上。肌肤相亲的瞬间，山洞内的气温再度升温，不知是不是太过于寒冷的原因，金夏的娇羞慢慢地消退，他竟然下意识地想要靠近他，想要贴近他，仿佛唯有这样才能让他感觉到温暖。他就像一个需要安慰的宝宝般，下意识地紧贴着陆毅，什么礼教通通地被他抛至了脑后。陆毅被金夏的热情鼓舞着，他不再犹豫，直接驾着战马攻城略地，不在话下。啊，女子的一声叫喊在火光之下显得格外的魅惑动人，两人赤裸地躲在披风之下，尽情地传递着热量。寒风依旧冷冽，可两人却丝毫不觉得冷。香汗淋漓的金夏方才明白陆毅所说的运动能让人产生热量到底是怎样的回事，原本又困又冷的他此时此刻犹如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脑海中一片空白，整个人如痴如醉，完全丧失了思考的能力。他只能跟随着陆毅的动作，让自己逐渐地热起来。他不记得过了多久，只知漆黑的洞口慢慢地亮了起来，陆毅方才停止了动作。他不记得两人是何时调换的姿势，此时的他正无力地趴在陆毅的胸膛上，他的身子是那么的坚硬，可却又是那么的暖和，使得他彻底地忘记了娇羞，紧紧地搂着他，不想再体验任何寒冷。陆毅将披风衣服都盖在了两人的身上，一夜酣畅淋漓的运动驱赶了所有的寒意。他们没有被冻僵，严是翻尸算了，不要再离开我。金夏趴在陆毅的身上浅眠片刻，方才起身穿衣，这一夜的运动他没有害羞，可被陆毅这般盯着穿衣，他却羞得不得了。虽说他们早已是夫妻，可这毕竟是第一次洞房，还是在这冰天雪地之下洞的房。金夏想想便觉得疯狂，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若是爹娘还活着知道自己这般放肆，想必一定会斥责自己吧。想到这里，金夏羞愧地垂着头，小脸蛋就如同一个小火炉似的红彤彤的。陆毅见状忍不住嘴角上扬，调侃道，昨夜不是很勇敢吗？我那是怕你冻僵了。金夏说完脸又红了几分，他迅速地捡起地上的布兜，慌乱地穿着。然而他越是着急越是穿不好，陆毅默默地抬起了手帮着他系了起来。肌肤相碰的瞬间，金夏的心呀如同闯进一只小鹿般乱跳着，大脑彻底的凌乱了。不好意思拒绝的他只能任由陆毅帮自己将衣服一件一件地穿好。待两人穿戴好衣衫，天色早已大亮。金夏起身只觉得双腿酸软无比，一时间险些摔倒，陆毅立刻扶住了他，温和地说着，你小心点。金夏白了他一眼，娇嗔道，怪你。好好怪我，我不是怕你冻僵吗？陆毅把金夏说的话又还给了他，金夏被气得白了他一眼。陆毅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心情大好地问着，还冷吗？金夏连忙摇头，
不冷了，不冷了，我们便要赶路了。若再过一夜，就算运动，恐怕也不能保我们全身而退。金夏的脸刷得又红了起来，嗔怒道：快走了，哪里来的这么多废话。金夏的娇羞再度让陆毅露出了笑意，他忽然上前抓住了金夏的小手，深情款款地望着他，换了句：小小，不要再离开我了。金夏浑身一颤，已经两年没有再听到别人唤他小小了，他甚至都要忘记自己到底是谁了。他只觉得有些恍惚，弱弱地应了句：我怎么会离开你呢？自然是要与你一同走出这雪山。陆毅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坚定地说着：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若我们走出雪山，便一同回到京城，一同回到陆家，不要再离开我。金夏垂眸苦笑道：有些事情哪里是我们能做得了主的呢？有我在，不需要你做主，你只需要坚定地跟着我便好。陆毅深情的目光让金夏再也没有力气去拒绝他，点了点头，给了肯定的答案：好，我都听你的。安全脱险，陆毅和金夏在雪山走了许久，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动物和可以果腹的食物，怪不得将这里称之为夺命山，闯进这里就算不被冻死也会被饿死。金夏只觉得又困又冷又累，却又不敢休息，他抬眸望着陆毅，惨兮兮地说着：陆毅，你说我们真的死在这里吧？你怕吗？陆毅好奇地问着。死，我自然是不怕的，我只是会觉得有些惋惜，没有亲眼看见严家倒台。放心，我们不会死的，我们一定能平安出去。可这里白雪皑皑，根本探不到路，你信我吗？陆毅忽然转移话题问道。我自然是信你的。忽然空中传来一声巨响，陆毅的嘴角微微上扬，对着金夏道：走吧，我们下山。下山？严世蕃一定派人等着我们呢，你是打算拼命杀出重围吗？金夏不解地问道。援兵到了自是不怕他，他不敢和锦衣卫交手的，毕竟我们的兵是光明正大的，而他的兵是私藏的。陆毅自信地说着。金夏听陆毅这般说，方才松了一口气，这段时间的逃命生涯真的是一言难尽，虽说有陆毅的陪伴，可心底也是害怕的，睡睡不好，吃吃不好，随时担心自己可能会被杀掉，这简直是太可恶了。援兵到了，是不是便意味着从今以后他再也不用过着逃亡的生活了呢？金夏兴奋地跟在陆毅的身后，两人一前一后下了山，山下早已没了严世蕃的人，只留下一层又一层的锦衣卫，岑夫双手抱拳，微微欠身请罪道：大人恕罪，属下来迟了。不怪你，这里地形复杂，你们能这么快找到已经很高效了。可见到严世蕃的人，属下带人赶来时便看见一群黑衣人从南面撤离了。哼，他还不敢和我们正面起冲突，只敢暗中搞小动作。大人，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回京，新账旧账是时候清算了。岑夫瞥了一眼金夏，心中已了然，他默默地走到马车旁，取下踏凳，对陆毅和金夏说道：大人夫人请上车。一声夫人唤得金夏有些不好意思，他连忙跟上了陆毅的脚步，迅速递上了车，不给其他锦衣卫打量自己的时间。他刚坐好，便听见岑夫继续道：大人夫人，属下准备了一些酒肉，是否现在端来？端上来吧。陆毅掀开了帘子，接过酒肉，香喷喷的肉味让金夏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他再也控制不住心底的馋虫，直接抓起了一块肉放入了口中，喜滋滋地吃了起来。临了还不忘夸赞岑夫两句：这岑校尉简直太贴心了，大人您应该给他升职加俸禄。陆毅笑着对马车外的岑夫说道：岑校尉，你可听到了，夫人要给你涨俸禄呢。马车外的岑夫识趣的道谢：谢谢夫人。金夏被陆毅这番操作弄得有些不好意思，忍不住捶了他的胳膊两下，娇嗔道：干嘛要喊那么大声，被别人听见多不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就要让他们知道在陆家。陆少夫人的话分量有多重，
金夏扑哧一声笑出了声，打趣道，之前怎么没有发现你还有这么多心思呢？你不知道的地方多了，不过以后有很多的时间让你来了解我。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你就不怕我了解你后厌恶你吗？这点自信还是有的，我没有让你厌烦的点。臭屁！小夫妻俩在马车内斗嘴打趣，车外的锦衣卫们却早已沸腾了，大家议论纷纷，这冰天雪地的，自家大人的脖梗之处怎么会有吻痕呢？天呀，夺命山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啧啧，自家大人也太勇敢了，居然在夺命山里卿卿我我，不敢想呀，不敢想。生死一线之间，也不忘男女恩爱之事，不愧是陆大人也。陆少夫人回来了，金夏原以为陆毅会给他带回别院，却不成想他直接将自己带回了陆府。陆府门口的那两尊石狮子依旧是那么的威严，让人望而生畏。他不禁停下了脚步，迈起又停下，往事如同洪水一般浩浩荡荡地重回了他的心间。他可以若无其事地与陆毅恩爱缠绵，可他却不能若无其事地回到陆家。陆毅看出了他的为难和抵触，趁其不备牵起了他的手，坚定地说着，你答应我的，会跟着我回家，我必须让你光明正大地回陆家，而不是偷偷摸摸地返回别院。金夏无奈地笑了笑，他想要告诉他，他不在乎这些的，若让他选择，他更想回到别院，可陆毅渴望的眼神让他憋了回去，终究是不忍伤了他的心。金夏不再拒绝，微微点了点头，与陆毅一同迈入陆家的大门。陆毅带着金夏拜见了陆夫人，请了安。陆夫人整个瞳孔都放大了，不可思议地问着，这位是？陆毅回道，是小小，您的儿媳，我的夫人。小小？小小不是已经？陆毅打断陆夫人的话，回道，小小并没有遇害，而是被好心人给救了。陆夫人一听，连忙上前拉住了金夏的手，老泪纵横般说着，孩子，这些年你受苦了，你说你这个孩子既然没有遇害，怎么不回家呢？你可知道我们有多么惦记你？金夏咬着嘴唇弱弱地说着，我怕严世蕃再拿我威胁陆毅。傻孩子，有陆家庇佑你，你怕什么？陆夫人红了眼睛，满脸心疼地说着。金夏被这突如其来的关心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一时间他不知该如何安慰着陆夫人。陆毅看出金夏的窘迫，连忙解围，娘，先让小小回去休息吧，这一路他受了很多的累。好好，是我考虑不周了，你快带小小回房休息。好。陆毅不顾众人诧异的目光，直接牵着金夏的手回到了两人的婚房。他吩咐府中的丫鬟给金夏备了热水，让他好好泡个澡，又命人准备了他爱吃的菜肴。待准备好一切后，他方才返回北镇府司处理政务。金夏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简单地吃了一些菜肴，美美地睡了一觉。他已经好久没有睡得这般安心了，回家的感觉真好。时间过得好快，一小天就这般过去了。天慢慢地黑了下来，金夏百般无聊地在房内等陆毅，也不知道林润回来没，也不知这些证据是否能够扳倒严世蕃。正当金夏胡思乱想之时，陆夫人身边的丫鬟敲门而入，说是陆夫人叫她一起用晚膳。金夏不敢耽误，连忙随着小丫鬟赶往了陆夫人的院子。忽然他听见里面传来陆夫人的声音，只听见她说，义儿，你贸然将小小领回来，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夏家是罪臣之家，众人皆知小小已故，你现在难道又要昭告天下小小回来了吗？陛下会怎样想你，怎样想陆家，还有吴家？陆吴两家的关系你也不管不顾了吗？吴家的事情从始至终我都没有应过，你虽没应过，可吴家却早已将此事当了真，如若不然，吴家又怎会倾力相助陆家呢？义儿，你不能辜负吴家。娘，我再强调一遍，我和吴家只是合作关系，不会有其他关系。哎，义儿，如今的陆家早已不如当年，你不可冲动呀。我自有主张。金夏见陆毅甩身出门，立刻躲在了角落内，生怕被他看见，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两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